去，哇，去写的好歪哦，这边好长，然后这边好说的好小，哦，这个去是搭配下面那个为字，因为为字右边比较重，所以它这边伸长哦，不能单看一个字啊，行书是不能单看一个字。然后看这里非常的饱满了，鼓起来哦，他非常喜欢写这样。然后这里遒劲到这里以后缩上去，点的也很小哦。啊，待会这边缺一块，没关系，下面有个为字，它可以补回来。那我们继续先写这个去。去的话，从这边带过来，折回去，压一下，带上去，扭上去，然后这边会因为扭转而圆劲，然后他喜欢写那种鼓鼓下来的感觉，哦，鼓鼓这种下来的感觉。写好以后，他会带过去。刚才有提到这边异常的特别长，然后兜上去，这边右边又很短，然后回来以后再写这里，然后再斜上去，哎，这里带上去又点，这里又很短，又很短。哦，这是故意的哦，哦，不要想说啊，我自己把它加长，因为它待会下面有个为字。好，去。